来跟我们讲一下话，你今天是要来表演，还是来看节目的？我今天来表演的咧。表演的，啊，你表演什么呀？街头艺人。谈多唱歌嘿啊，街头艺人是吧？啊，谈多你唱日本歌就是。哎呀，好用。我来多你叫唱歌要耍呢。好玩呢哦。啊，但是我要唱。等下，今麦就是安那，因这水帘宫吼，很恶心啦，就是讲，今节目甲节目生活中间吼，钓浪螃，啊，所以特别聘请我来来串场。啊，伊有没有表演吗？有啊，唱歌。大家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因为我住伫高雄，啊，我有做李三嘛。啊，因为我进前，因为这是我的艺名，进前是主人公无平台时啊，健康交流站就我的节目啊。啊，即摆就退休，啊退休吼，转考街头艺人啊。啊，即摆唱歌唔听。弹唱，台语日语拢有。啊，台语也加唱一挂啦。吼，安尼吼。啊，我咱台湾就要放给你啊。台有道理。对不对？嗯。好好。好了，现在是这样，这样子。哦，恁是咱高雄的。哦，对对。哦。哦，恁是吗？哦，是哦，是哦。我呢，健康健康的一块理念，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我叫文珍。